里？人类，人类，不要吵我！你来宾搞事情，我男朋友会等。欢迎王麒麟，身高是几公分呢？应该是188吧。MBTI 是什么呢 ？ENFP。第一眼看女生会看哪里呢？头顶。第一次约会会带女生去哪里呢？不想去哪里。即将出发巴黎奥运，请问你现在是什么心情？既期待又怕受伤害。那有做过什么贴心的事情？他拿不到的东西我都会帮他拿。要求婚真的吗？你愿意吗？那你私底下有什么兴趣吗？我喜欢唱歌，唱歌给陈世美。说说无所谓，你就起飞。休假都在做什么？要跟你约会，那你要教我打羽球吗？当然要啊。那你奥运金牌有没有不会打球能看吗？那你会骂我吗？不会啊，爱的教育。好，那我们谢谢今天的大来宾王麒麟，1月27号，大家就跟我一起在电视机前面为奥运选手们加油。